每年的春天，家乡的桃花都开得很灿烂。我想在我失明之前再去看一次，可惜盘缠已经用完了。其实我留意你很久了，我看见你蹲在那堵破墙下半天也没动过，看你又不像是病了。你这种年轻人我见得多了，懂一点武功就以为可以横行天下，其实走江湖是件很痛苦的事，会武功有很多事就不能。想回家乡了，要是为了这个就想回家乡，为什么当初你要出来？狗崽子嘞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狗崽子，走吧，过来，过来，看一下狗崽子，过来，让它摇摇，过来，过来。狗崽子嘞，没看到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嘞，一大种的。两只，黑的还是花的？有一只黑的，有一只麻的。好，走，来来来，搅过来，搅过来。走啊，出来呀！不是，他应该要吃饭了，要喂饭了。你该吃了。这么大了还吃了？人家喝了。地球村狗子生了两只小狗子。有一个月了，快！这是一条大头鱼，鱼头今天晚上弄新鲜吃，然后这个身子就可以用来做我们这边的特色美食梅鱼。你有风啊，啥风？
钱嘞？Thank you.
边，过来吃饭了。赶紧吃啊，不然等下会迟到啊，六点就吃了。回来，红子。饭没熟，先吃点菜。老公有吧？嗯。这个哇，这个果冻一样的给你吃，哎，夹不到。有骨头。骨头要拿出来哈。好了，今天的家常便饭分享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